来练舞又站在最旁边，然后都不讲话。就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，觉得他人很好，感觉很乖，然后永远都在篮球场。自己练黑气的边缘，很可怜。第一样就是很乖的，很喜欢打球，很 hip hop， 就好像蛮编的，就是跟大家好像开始。专业，什么专业？专业，专业。So groove， professional， professional， 嘻哈，好 ，professional。哎，徐慧俊，走了。他真的超爽，学弟五 K 一个跟全部的女生跳，然后我们全部都跟男生跳。传说五分钟直接送手杀，中午都去打球。他也在打传说，然后大概还要打会战嘛，然后我就不小心撞到他，他输了，他对我暴气。有一次，就是我们在讲说，然后是陈彦霖到底有没有女朋友，然后好像说没有，然后大家那边有没有，然后陈彦霖就说，真的没有吗？反正大家出来的东西都很正常，然后雪君就忽然间硬要凑一句，他说，哪招？就别人在跟我讲话的时候，他突然从后面戳过来，然后跟我说。彦霖，就是他之前去得胜者，然后举手的时候就把得胜者那个灯泡打坏。我们去高雄玩的时候，晚上我们在玩阿瓦隆，然后我第一次玩，他也第一次玩，然后我就不会玩，然后他好像已经很厉害，然后他就把我骂哭了。他不管玩什么游戏都超认真，特别是他玩阿瓦隆的时候都会呛爆我，我真的很赌烂。我现在只是为了不能我讲，基本上，张伟，我们等一下，停，你们都不要讲。我觉得直接翻牌，没有，主持人要走，不要。永远都不回家，有点脏，看起来很好相处。狗，有脏，有狗，连起啊！连桥，他在国馆的时候，我们在上完厕所要回去的时候，连桥忽然间就啊了一声，然后旁边就一群狗就啊，然后之后就闭嘴，全部都闭嘴了。就他寒假的时候去睡场，然后睡一天认识一个女生以后，他七点以后就跟他死皮。他会吃地上的东西，或者掉到桌上的东西，然后他就吃掉。有一次，他可以直接从板桥一路走回他家。就是有一次我们在讨论说，就好像有人看到 FB 上新闻说打奶头，然后就是奶头就会变很大，然后很硬，然后我们来试试看，然后就试出来之后，连桥最明显，然后一打下去变跟葡萄干一样。帅的嘛，然
然后就那一天没有上台，超好笑的。就是吃饭的时候会突然大叫。天桥，我们上次去场刊那个 party 的那个教会，然后林桥就在一个很低的一个地方跳起来，然后头就把天花板撞坏。你做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就往上掉一下，我不知道他那么脆弱。哇！我们有一句文成，我把他锁在后门，他就暴气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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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欸、大家好，我是林翔。好吵！大家好，我是许文君。你们那种狂传我。啊，刚刚干界的东西，张总也讲过嘛，都是屁话，不要信。好，我要介绍下一支，是我们 A G 组学弟的舞。好，这一届 A G 组的学弟非常多了。然后整体素质真的都蛮强的，我们围巾都自叹不如。然后我跟其他学校一起跳，然后都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跳。可是你都跟一群女的一起跳啊。好啦，接下来让我们马上欢迎到我们 A G 组学弟舞的表演，请大家给他们更多的掌声跟欢呼。Anyone I'm going to want holding down.